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客家大学堂。今日咧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沙田哦。一只超喺沙田土生土长的居民，一福禅先生。沙田系一只华人新村，而且住喺好多客家人，所以我好有兴趣来看下乜嘅系华人新村呢？华人新村是马来西亚华人聚居的村落，形成于1950年代。当时英国的殖民政府为了阻止郊区的华人，由10年中的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接触，避免一般民众提供衣服、粮食、药物，并遇到马强的成员，就将原来山区在郊外的华人集中起来，也就集中点被梅超编害华人新村落。当然啦，全国总共有600几条华人新村呢。因为河去到后沿哦，去到我哋嘅梯海哦，出到我哋嘅坝上梯海，其实落水啊河水线都上来等够嘅咩哦。一条河喺咩？去到吉隆坡市中心咧？啊，市中心出，出到。市中心出。往西面去坝上嘅里。啊，出去西坝上咯。水出嘅后有满水，往就新村咧水数嘛照来咩哦？啊，通过以前咧条新村咧，一铁丝庙煤电出入咧系爱电机嘅吓。爱清时间咧，喊作鸡岩。鸡岩期。啊，鸡岩期，春叶系我有主要时间先。嗯。超过几多点唔可以出门。嗯。春叶叶茂年宜，系摊下条长背过清时，一阵人推挨都系冇出声啦。哦。咁清时嘅条公交又出嚟都好紧要哦，买终点出，买个终点站，一条现政府赶嘅时候啦，啊，就响样。当时就是控制华人啫，冇控制印度人同马来人咧。冇，枪系华人咧。枪系华人咧。枪系华人咧。即系个意思就怕嘅就变咗共产党心跳嘅啫。啊，系。战后一路到1950年、1960年人啊。啊，系，大概系我时候啦。马来西亚好似1957年独立。独立。他独立主要还是要新村。秃笠妖咯，新村好多咯，凡人新村好多。即系印度度嘅新村嘅政策系有慢慢改变。冇，佢都系咁样嘛。但每件事要唔出街人咧？佢变去秃笠之前都冇嘅咯，佢系后断亲嘅人，鸡人。啊，睇下啲长辈国嘅后断亲嘅，有冇而家啲人跳多开嘅数码，啲数码神把嚟嘛，神把书嚟嘛。新村啲嘢有冇想法啊？一人年推后，50年推，算嘛？听做石矿，因为富坤有只石矿，根本都割树园，含咗割树胶咯。割树胶最紧要啦，喺每家人都，起码我细细都要见阿妈嘅条去啊割树园啊，含咗我条苗割，我条去烧杯去灭杯仔，有个阿树园钳开，佢放啲粗去。如果喺度钳到去搞啊，嗱啲灭杯仔咯，灭到杯仔哦，喊到灭杯仔。有啲人靠乜鬼为生嘅你？种啲水果啊，养啲鱼啊，每家人都养啲猪啊，切下养切下食啦，慢慢做生意啦。基本上都系农村生活。啊，农村生活。哦。啊。睇你日头把每度喺寄宿舍啊，生存喺度住。啊。即系推推车嚟住。啊。诶，有棵麦鸡树啊！即马来西亚系昆到好多喎。阿达树，佢阿叶喺度，我哋咩拿来盖我哋屋瓦，喺度贴。即没有流水啊？啊，没有流水啊？佢好多嘛，砸到啲来钳咯，钳咩啲屋凳咯。所以佢好容易出货。佢个阿达屋都喺度嘛。喺咩马来湾嚟啊？阿达。啊，佢系马来湾嘅。阿达。其实佢印尼换嘅啦，阿达，咁磅，啊可以嘅，叫佢阿达阿车咁磅咯，三开四开咁磅，磅到佢搣搣嘅，攞执饼仔定啊，又搣搣啊，啊佢咩料咯，
我叫苏联多吗？秋季气候啊，秋季。秋季气候。嗯。咦，入去摇钟树哦。仲要摘到一啲果，拿去煮，煮去拿压，压出来嘅好多油哦，其实嗰啲果算系油啊嘛。啊，佢阔啊，我都拿咗条卡宾咯。佢嘅地方肉要系油嘅嘛，佢黄婆树都系绿嘅哦。佢啲树蛮油嘅。哇！啊，啱好先，好先啊，射冷呢嘢，啊，射冷呢嘢啰嗦，省识啲咧，摘佢摘咗先。啥地方人要几多咧 ？Q 牌嘅旋转木咧，2200元。老旋转木，见啊，佢空态系咁子咯，上个礼拜上面都要40000几啊。一条条老木喎，我嚟 Q 牌系算买啲阿达嘅嘛，啊，因为佢毛嘅嘛，得100斤人呀，传统咯，而家潜到阿达很贵个嘛嘅哦，很贵个拍线哦，一人工贵嘛。最想来到新村有2200元，又点解打得几耐呢？啊，佢好奇怪哦！啊，非洲人啊，叫些白人，一条黑家人喎，非洲人特别多嘅咩？人就系属于前马最大嘅新村咯，今时今日前马来西亚最大嘅华人新村都系三新村咯，见啦。诶，黑家人嘅新村都系集中在吉隆坡有附近啊。一下来嘅了，哎呀，一人年胎咯，佢都好多一个客家帮，射十米嘛，一来都转啲雕，好多非洲人来，佢坐骑在马六甲上咧，人咪都扮啲暗棒，扮啲暗棒都暗棒都出吉隆坡咯，来到沙甸、沙拉烧、胡拉江嗰啲呢个新村啊，啊客家人咧地方啦，数码都系同佢有关系啦，射十米啊。做石礦做種苗嗰啲話，種苗冇啦，種苗咩客家人咧？做條種樹啊，個樹葉啊，個樹葉啊，好有多嘅客家人嚟。今時今日嚟講咧，客家人在馬來西亞，真係人數少咩多咯？好像福佬人啊、光富人咧，人數都多過客家人好多人咯。啊，係，應該係。我哋要某啲通街啦，某啲通街啦。不過客家人飲又少喎，佢喺寬山嚟啫，寬山去。而且吉隆坡海嘯㗎，留幾個拍話啦。啊，過兩支銀乜嘢麥雞人嚟個客家人，我發覺好多喎。好多。睇你兩次計呢度人嚟，唔好聽邊乜嘢客家人啊，咩客家人啊嘛。嘿嘿，啲香港嘅，幾多人都落到吉隆坡買東西，吃完都喺度講拍話喎。佢喺度講，佢有冇講啊？嗱，啲毛切等去掘出嚟啦，有。新村咧，自己要哭救嘅。啊，要，我哋要化膠。啊。我哋要燒，些些都要燒化雲膠肉嘅。化雲膠肉嘅。啊，化雲膠肉。即係要幾多年去接燒化雲膠肉咧？60到90人去都係化雲。嗯。在新村度，什麼都係化雲嘅。我哋睇多書啊，要化啲啲同胞啊，吐到中學嚟講係有嘅，啲咩唔可以夾面學教，有咩成扎吐中哦。品評點樣？識扎叫扎字體都係吐中曬哦。係咁樣。見下個黨員吐其他學教係啦。見下兩千人囂咧，佢好多成扎，佢成遠門嚟吐咯，吐熱半門啊，極門啊，即係唔同係嘛？吉之哭救啊，咁就吉之哭救啦。吉之有好多种语言咧。新村咯，唔咩新村，有冇计唔同嘅咧？我哋在吉隆坡嘅四季变片嘛，好多人中意啲环境咯，即系数码客家嘅，凡系接种嘅地方嘛，佢咪叫识嘅文化，好有多。亲啊，讲下啲人就沙田新村都好咯。而只咧认识一家，已经认识嘅唔使啊。条咧我哋讲地方啊。尤其很包子咧，有啲識啲文化菜會喎。頭先唔講啊，就係客家菜啊，每間人都有煮邊些啊，嗰條姜肉啊，煮腳醋啊，啊條蒸肉啊，釀跳夫嗰條啊，係每家都有煮嘅啊。見啊客家話喺廣東比較衰咗，要就比較少講。我嘅家畜啊，阿婆、阿爸。同我哋都係人聽講下話下話，當我嗰時都捱沙沙聲過嘛，容易吐數嘛，
翻译都同来讲，还话同阿嘅阿爸乜讲嘅公家婆，有啲斜桥啊。我阿老太一条字体都响我。今日条喺梯架田嚟嘅。啊，梯架田嚟，嗰一架条喺屋啊，每架都要三千几方尺啊。哦，梯架。啊，桥嘅好多年都冇问题。嗱，好多朋友你都照咗咩人买屋，佢讲哇叫梯架咯。买两梯梯搭到梯梯架，总嘅嚟讲咧，就先进啲杯咧，如果看到韩国度嘅客家文化啊、中国文化，因为一路保留得到紧啦，要牧师啊，工人喺梯平嘅楼啊，嗰啲出车繁人生存咧，好唔错嘅，此人嘅地方好发落，充满咗繁人嘅文化，就算去马来西亚，又唔会停望中国文化传统。好了，今日超讲到人哋咯，多谢各位。